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微利，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第三節，呢一節之前呢，我就要提一提一件日事呢，就有一個好老牌嘅美國明星呢，就係叫尊榮。咁呢佢就做嗰套戲呢，我諗你未睇過，就係成吉思汗。咁呢套戲喺邊度拍呢？就係內華達州拍嘅。咁時光時候呢應該60年代，但係呢個佢拍戲之前呢冇幾耐呢，美國軍方就喺內華達州入面做咗一個核爆。但係佢哋唔知道，或者知道覺得冇事，就走咗去嗰度拍，咁結果就係咧，成隊 crew 係成隊 crew 啊，後來係全部生曬 cancer。咁你覺唔覺得兩件事有直接關係咧？你如果仲要係成隊 crew， 大家都係咁樣生 cancer 嘅話咧，都同埋你仲要睇埋當時處身嗰個地方嗰個範圍有幾遠咯。啊，咁即係如果個範圍都夾埋嘅話，咁我就要直接結論就係話佢係中咗輻射，即、就、係、是、因為俾個核爆，即、就、係、是、大家搞到即係、就是、污染咗噶啦。啊咁即係咁講啦，嗰、那個美國咧喺冷戰時期嗰個核試咧，就你都知道，就係因為後來20世紀末大家都簽訂咗好多啲禁止核試條約啦，嚇蘇聯亦都解咗體啦。咁以往係進行非常非常多啲核試，咁美國喺自己本土啊，尤其是內華達州咧，勁多核試嘅。咁我仲記得喺美國咧揾一啲咁樣嘅相片集咧，其中有一本好得意嘅。佢係特登咧影曬由高空望落去咧，喺美國內華達州入邊俾核彈炸出嚟嘅一個個窿，你可以睇到每一個窿就代表住一次核試，而喺嗰度係非常多窿。因為嗰度係沙漠嚟啊嘛，佢頭先我哋講嗰個點解佢當其時要揀嗰個場景去拍，因為嗰個沙漠就模擬翻呢個成吉思汗氣係濃厚。係啦係啦，即係諗住有啲草原啊、曠野嘅地帶啊、似似地啊嘛。咁但係嗰個地方亦都係攞嚟核試，即、就、係、是、經常用嘅地方嚟。咁唔止係嗰度啦，咁你就算美國好多有沙漠地帶、無人地帶去揾到啲咧，基本上都會經常攞嚟用。咁於是乎啊，就係大家都會諗嘅就係、是、哇，咁美國咁會唔會就係話佢本身自己個土壤會受到呢啲咁樣嘅核污染咧咁嘅樣？咁其實好得意嘅，其實喺最近咧呢一個嘅科學期刊度咧，有人去做翻一個嘅追蹤研究，咁佢就話咧的而且確咧喺呢一啲冷戰時期美國進行核試呢啲咁樣嘅核嘅塵埃嘅殘餘咧，佢跌翻落泥土嗰度咧，嗰種污染咧，我哋今時今日仲睇到。而且就好得意，即係喺邊度會睇到呢？就由翻喺美國自己出產嘅蜜糖嗰度睇到嘅。咁咧，即係個研究背景係咩咧？就係話美國咧就有即係有研究人員就攞起好多唔同地方，即係美國自己唔同地方嗰啲蜂蜜嚟度下入邊咧嗰啲嘅即係核。即係入邊嘅核輻射量有幾多嚇？咁其實可能好簡單，我哋可能就係關心我哋日常生活入邊邊一啲食物個核輻射會高啲、低啲咁樣樣啦。啊，咁即係呢度又講一樣得意嘢俾你聽啦。其實香蕉咧相對嚟講個輻射係比較高嘅。點解？因為香蕉係含有比較多嘅鈉嘅呢一種咁樣嘅元素嘅。potassium 咁啊，係啦 ，potassium 咁啊，鈉咧咁佢就會係亦佢有一種同位素嚇喺大自然入邊係都相對比較多嘅。咁所以咧，我哋食香蕉入邊多鈉嘅時候咧，咁嗰條香蕉自己本身咧，佢俾出嚟嘅輻射量係相對偏高啊。咁但係當然你亦都唔好擔心話，哇咁食得多蕉會唔會就真係中輻射，即係跟住搞到生 cancer 咧？咁啊有排都即係我諗食到你屙你都未必使擔心呢個問題。咁我哋日常好多唔同嘅食物，咁頭先第一二節有提過，咁可能係海產可能會有，係咪？咁但係咧，你可以諗下就係話，如果係由核試出嚟嗰啲塵埃落翻到個泥土度，咁可能農作物你都會擔心。咁今次好得意嘅，我哋就話喺蜂蜜入邊都睇到，而且個倍數可以差好遠嘅。有一啲地方佢可能嗰個嘅輻射量就得翻嗰個每公斤嚇，每公斤蜜糖入邊咧就有0.03個咁樣嘅核反應度出嚟，每秒鐘。
咁但係有啲多起上嚟咧，係講緊每公斤每秒鐘係有19喎，差唔多20喎，個核反應俾咗出嚟喎，零點即係你將20同呢一個嘅0.03比較咧，爭成即係1、2、3，即係成上千倍啊，差唔多1000倍。咁可以即係你可以睇到就係、即係大自然好少可就會哇，即係呢啲咁大家都係蜜糖嘅啫嘛，即係你呢度蜜糖，我度蜜糖可以爭成1000倍嘅輻射量嘅咧咁。咁即係再研究就話，發覺睇到咧，對於譬如嗰個佛羅里達州嗰頭，同埋嗰個北卡羅來納州嗰頭，佢哋揾到啲比較高輻射啲嘅蜜糖，但係對於其他一啲可能係冇咁靠近呢、這、一個即係核試嗰啲地方咧，咁佢哋就揾到係低啲。咁其實呢樣嘢好奇妙嘅就係、是、即係竟然係經歷咗咁長時間，然之後進入咗我哋人類嘅食物鏈咁樣啦。而且睇到嗰個時間就係話咧，原來一路呢個研究一路有追蹤住嘅，因為大家都擔心就係話嗰啲核塵埃會唔會真係會污染咗美國咧咁嘅樣。咁呢個研究就即係50、60年代好多核試啦。咁其實去到法國咧，70年代就係嗰食物鏈污染嘅最高峰期。到80、90年代到咁而家現代咧，其實已經係比起過咗最高峰期啦。但係無論咁多個時期嚟講啦，咁都未試過咧就度到一個超標嘅情況嚇，咁所以你就係話而家今時今日你走去食一啱呢個佛羅里達州嘅蜜糖咧，咁你都未使即係咁擔心嘅，咁即係可以俾一個嘅即係數字大家參考啦，就係話咧，譬如對於佛羅里達州嘅蜜糖啊，你通常你都知揾個茶羹一羹羹不離沖水飲咁樣噶嘛，咁一羹入邊就會有幾多粒？cesium 呢啲咁嘅元素咧，原來係講緊都有咧87萬粒 cesium 喺一茶羹嗰度。咁其實聽個數就好似恐怖啊，87萬幾喎。而且對於 cesium 呢啲元素係一入咗身體係基本上好難排出嚟。咁但係當然啦，身體嚟講就係話你要累積到幾多粒，然之後先出事咧。咁應該就算你呢度呢87萬粒其實就好少嘅啫。其實即係對於，因為你知道，即係呢啲咁嘅原子嚟講，你數一粒粒，即係你諗下一克入邊已經係有十嘅講緊二十三次方㗎啦。咁但係你而家先87萬，其實都係講緊一啲10嘅5次方嘅嘢，10嘅6次方嘅嘢。咁、那個數量級差太遠。即係呢度講緊，即係我意思就係話，你就算一世成世唔食其他地方嘅蜜糖，淨係食佛羅里達州嘅蜜糖咧，都唔會因為食呢種蜜糖而搞到自己生 cancer 而死咯。咁即係個意思就係咁。咁即係對於，但係大家可能會諗啦，咁點解佢用一個咩機制嚟入到我哋身體裏邊咧？咁你可以諗下嗰個食物鏈、大自然嗰個嘅即係生態循環好奇妙嘅。呢啲咁嘅核塵埃上蘑菇雲上個天空，落翻地下。鋪咗喺個泥土上面，而家福島嗰度亦都面對呢個問題，入邊有 cesium， 有好多其他唔同各式各樣啲咁嘅元素嚇、啊。最麻煩嗰啲就佢 plutonium 嚇、嗰啲講緊80000年嘅半衰期嗰啲嘢嚟嘅，即係你即係嗰個地方你封存佢80000年啦，咁佢就會唔見咁一半 plutonium 啦咁樣。咁佢譬如話入咗泥土嗰度。咁佢可能由個農作物由可能佢可能經過啲水，經過啲河流沖咗去第二度，咁去咗其他地方嘅泥土嗰度又會有一路咁擴散出去，或者一跟住天氣嘅系統刮起啲塵埃吹咗去第二度咁樣。咁但係有得泥土，我哋知道可以生得農作物，生得啲有花嘅植物出嚟啦。咁啲蜜蜂，咁佢走去食嗰度嘅花蜜。OK。咁跟住亦都喺即係由嗰個嘅即係花度，由啲花蜜嗰度嚇，或者花粉嗰度攞到呢啲咁樣嘅物質嚇，咁跟住咪成為咗佢本身蜜糖嘅一部分咯嚇。咁然之後就而家最後就可以入到人嗰度嘅，咁啊即係講到難聽啲啊，真係人自作自受咯。而家就係。但係佢哋去做核爆嗰陣時候咧，即係我哋講緊係50年代初期咧，佢哋當其時有冇預計過或者係甚至去計過呢個風險嘅？我諗就佢哋會嘗試計，但我諗嗰個能夠預測嘅程度就好有限啦。咁首先佢哋試過可能就係話，即係頭一次半次咁揾到一個彈球離開人煙較遠嘅地方，咁啊基本上冇問題啦，咁啊算咯，係咪嚇？但係去到即係爆得多嘅時候，就再睇埋一個更加大範圍嗰個累積咯。咁所以佢今次美國你睇到個結果，其實亦都係咁呢幾廿年嚟個追蹤研究嘅結果嚟。咁但係就佢點解又要突然之間攞翻出嚟報咧？就係佢哋諗唔到就係話，都事隔咁多年啦，個效應依然係喺度。
當我哋睇蜜糖嘅時候，我哋依然睇翻冷戰時期發生做落嚟嘅業咯，即係會咁樣講。嗱、啊，咁如果喺美國係咁，我哋會唔會評估到，譬如喺廣島啊，長期嗰兩次原爆嘅後遺症咧？嗱、咁相關資料我就唔清楚啦。但係但係你諗下喎，日本都係講緊就係嗰兩次原爆啫喎，廣島長期就係嗰兩粒嘅啫喎。世界上大把其他地方不停地做核試喎，喺俄羅斯西伯利亞嘅地方，係咪？甚至乎試過未疏散啲人，疏散得切就已經爆咗添。而且蘇聯時代爆起核彈咧，嘢嘢都要大粒過美國嗰啲噶嘛，係咪？就算你話中國亦都係有係佢喺新疆嗰邊，羅布泊，羅布泊沙漠，係啦係啦。咁嗰個地方本身就係渺無人煙啦嚇，但係就係話你都係嗰個問題啦。會唔會其實長年累月就會即係嗰度亦都係少一啲嘅河道沖刷啦？但係會唔會都係會有機會係經歷嗰個時間累積擴散咧嚇？咁呢個具體就要睇翻當地嗰個嘅農業活動、商業活動係點嘅樣。嗱咁如果從喺軍事上咧，你覺唔覺得係核爆已經冇咁嘅需要咧？核試啊，核試。核試嗱，我就係啦。其實對好多時仲係會玩核試嘅國家，就係嗰啲啱啱搞到核彈嗰啲國家咯。嚇，一定已即係因為對於嗰、那個核子武器嗰個成熟純熟嘅程度咧，先進國家已經係一早掌握曬。反而呢個世界而家就係講緊一啲比較精準定位同埋精準攔截嘅呢啲咁嘅科技，先至係去決定咗個勝負咯。嚇、你淨係有粒核彈，我俾你將佢入咗軌跡掉落人哋度，可能未去到人哋度已經截咗都唔奇嚇。咁、所以就即係好多時嗰個嘅核爆風險，往往係來自一啲比較係落後嘅國家咯。即係舉個例，譬如北韓點樣，佢而家都仲係好希望做核試噶嘛。是啦，咁另外甚至乎伊朗佢都而家都未講到核試階段，但係佢講緊就係話要將嗰個濃縮油濃度由呢一個4% 提高到去由十零 percent 提高到60% 啊嘛，諗住，但係未做就已經俾以色列去介入啦嘛。你唔好講咁快以色列介入，而家都未認住嘅，不過大家都話係佢嘅。咁順帶一提就係你睇嗰個伊朗佢哋去。即係將嗰個濃縮油嗰度係重開嘅時候，你個判斷係咪佢哋其實都係想做核彈咧？其實純粹呢、這個都係一個即係點講好啊？佢唔用一個核試形式，不過就係、是、即係都係嗰種好似扮曬即係都喺度討價還價嘅階段咯。咁佢嗰套濃縮油嘅設備有喺度，你將佢開耐啲，將佢濃縮完一次再擺落去，再反覆濃縮一次，個濃度就一路提高。OK。到濃縮到 90% 嘅時候，基本上就核武級別嚇，咁啊跟基即係佢就即係其實一路去提高個濃度，就去展現一個敵意咁解嘅啫。其實就係嚇，咁佢係唔係真係想定係想提高嚟去攞啲嘢？咁呢個就唔係科學新知討論嘅範圍啦。係冇錯，係咪？但係即係我哋知道就係佢一試咁就全部 down 曬機係嘛？就個電網係即刻停咗，到而家都未安得翻，就唔知道幾時先安得翻啊！好啦，咁正如阿滕志華博士講，呢、這個就超出咗我哋科學新知嘅範圍。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就講一個，即係我諗亦都係人類一個相當之大嘅危機咧，就係即係我哋嘅基因啊，同嘗試同其他動物嘅基因咧就混合啊！咁我下一節再翻嚟。